马勺九幺说话啊啊！好不容易连上你了啊！什么活？这个首先，我一直在 B 站上看您，就是说，我感觉说 B 站上弹幕一直看不到，然后这块、主要这边没啥画面，说白了你们分逼不花的，我念你们干嘚儿，好听啊，也花点。花个屁点，人家舰长都不上，我这么牛逼，我这么6000多人直播间主播，我们舰长300来个，我哪有画面啊？我看看看。得，说重要就说重要的，说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就是想请教你这个直播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科幻这块儿，就是中国感觉说还差了很多。虽然说我从小就看那个。就是科幻世界嘛，你唠科幻你就纯他妈滚刀，我说不好听的，就外星人到地球来讲他妈英格兰也是合理，你唠科幻纯滚刀，这是他们科幻出来的世界，哥们儿。对，就是说，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很纳闷一个事儿，就是从电影叫到这个动画这块儿，就是差了很多。为什么说这个差好很多？你这一看，那《流浪地球》没看？看了呀，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很爽啊，但是就是觉得是科幻电影的开端，之前拍的就是很差劲。不，之前拍的，哥们儿，我告诉你为什么美国要拍科幻，因为它没有历史。你要论拍片来讲的话，选大家都有共鸣的更容易拍火，还是大家都没有共鸣重新去认识一个新的世界更容易拍火？你觉得？也对。对不对？他妈有历史吗？他拍啥？拍先人家那个印第安人头皮，拍南北战争，拍老黑奴。他拍完这点还拍啥？200多年历史的国家，他拍啥呀？拍印第安人游牧民族，大羽毛插上，哇哇哇哇哇，呱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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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拍啥呀他呀？我操，哥们儿，咱们你国内从他妈商周开始拍啊，什么老《封神榜》《三国演义》西楚霸王，对不对？又大唐盛世，我操，能拍他妈多少年？能拍多少东西？我用想科幻吗？我现成打共鸣东西，我有的是，我用想那玩意儿吗？编到最后那老外星人编的跟他妈现实台湾1450蛤蟆精似的。那老 ET 编的跟那蛤蟆精似的，那咋那就好看了？你这就是属于啥先入为主的概念？你是小时候看美国科幻片长大的，你听懂了吗？不，应该是这样的，我是看那个科幻世界，大多是这个是中国科幻，像刘慈欣这种的。然后的话就是说，就是美国在这块，就是欧美在这块把影视剧化做得很好，但是说这块就是中国只有从这个流行流开始。好是什么的好？是你先入为主的设定了很多标杆。当然，你说制作上面来讲，画面上来讲，对，就是制作啊，有没有好东西也有点儿。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好也是人家先入为主，人家先定的标杆。你要先抛出标杆，不要不接受我们的表达方式。就说白了，你现在看印度片，你能看了不？打打就能上去了，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突兀？我这么告诉你，如果印度的宝莱坞。当年是当年的好莱坞，你现在看片中间不插段舞蹈你就难受，听懂了吧？这是先入为主，你这么想能想明白吧？就是中间不插段舞蹈你就难受。那你看美国片，就这俩主角他不亲嘴你就觉得缺点啥？他俩要不今天晚上轱辘一下子，按照他们那个剧情发展，就这个007只要抬眼一瞅哪女的，今天晚上他要不轱辘一手，你就觉得难受，你就觉得没凿着。这个东西就是先入为主的概念，包括你所说的科幻，明白吧？实际上那怎么一定要到未来世界才叫科幻吗？现在也可以同样科幻呢。你看看你对现在穿越小说，比如回到古代去，你又他妈会做这又会做那，你看看你对这东西的态度，为什么同样是不符合现实实际题材的东西，这科幻的这类东西，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么大敌意？为什么接受不了？就是因为先接受了人家的东西。不，没有敌意，啊、就是说，就是我现在觉得，就是从《流浪地球》开始是，就是中国影视剧科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然后《流浪地球》看的特别感动。流浪地球，流浪地球是属于啥？流浪地球是属于告诉你玩特技，那个叫特技，屏幕特技，玩 CG， 我们有这能力，但是这个东西拍出来以后不好看，为啥？因为美国在，我可以这么告诉你吧。美国的所有关于未来科幻片一定是最后某个嘚逼救了全世界。你细品吧。对。你再看看咱们流浪地球是某个人吗？
是在是在危难时刻或者是在有这个必要的时候，我们一定作为生产或者工业上面的基建狂魔的大国拯救全世界。我们是国家拯救全世界，老外是个人拯救全世界。所以拍科幻怎么看呢？老外为啥受不了？你跟为啥流浪地球上的时候第二周全给人排到他们晚上午夜场的那个票房去？为啥呀？你跟我这个主义是冲突，你的集体主义跟我的个人主义是冲突的，明白吧？这种冲突就应该引发你的思索了。你认为的好看的这种片也好好看，不应该这块就不一样了，明白吧？这块咱们俩是一样的，就是我的意思说，我从小看的是刘慈欣写的，像什么《地心两万里》啊这些东西，就是没有说。就是这种美国的这种个人主义英雄的什么，我觉得说，我就告诉你，像流浪地球科幻拍不了，我们科幻拍完了以后，就会啥呢？就会说，你看你又标榜，妈和美国标榜自己啊，行，你这我说真不好听的，流浪地球我们觉得好看，我告诉你，我个人觉得好看的一个非常主要的点，不是它特技多秀，是我真的感受到，如果地球真有那天，指定只能指中国了。对，明白。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的乡村教师，对你说叫你说建什么去月球空间站什么，我真说实话，我不是捧那个片儿，我操，真有那天指定指中国了，哪个国也指不上。有鸡毛鸡剑呐，六剑的，你现实整的老莫提了可乐拿啤酒，那边放上动次打次音乐，你指他们去干这事儿去？不纯扯淡的吗？对吧？所以说，你看人家的科幻，就以你说你讲科幻这一类，我告诉你，就是秀画面、秀特技这一类，你就已经被先入为主了。比没有没有没有，我想说的是，就是说，你老大刘写的这些东西，就是从你没鸡毛有大刘写六刘写的，你他妈一说啥你就没有，你唠科幻这俩字儿就是有，就我们表达方式东西你看不惯，就这么简单。真磨叽，一说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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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鸡毛啊，你看啥科幻呢，你唠啥科幻呢？咱说美国没拍过科幻，现在全世界就两种电影，国内电影和印度电影，你咋说科幻？干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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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张嘴没有没有没有，对对对，你说对，都他妈没有。真他妈烦人。